2020，你准备好了吗？2020，我要更加自律，认真规划生活。2020，我想早睡早起，规律作息。2020，我要吃得更健康些。少糖，少碳水。2020，我要坚持健身，争取再减8斤。2020，我要至少学会2个小技能。2020，我要把家里有的和 Kindle 上的书全部读完。2020，我要好好护肤、护发、护齿。2020，我想去很多地方旅行。2020，希望你做完该做的，也做了想做的。